要不要袋子？啊？我问你要不要袋子？啊，不用了，抱着就行了。轻一点啊，这样用小臂的力量去送，嗯，对，这样，好，你再试试。都挺好，没事，那就这样。立国宗旨不一样，所以可以分为两个帝国，分别是前托尔曼、后托尔曼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叫后托尔曼叫做鄂图曼土耳其。美洲产生过几个帝国？玛雅，还有呢？那个帝国喜欢富可小可，富可小可，印加。怎么样了，练的？还行。你干嘛呢？抽烟。靠！后路。我刚才问你，你不说练的差不多了？那还不能录。练的差不多了还不能录，那什么时候录？算了，别录了，快谈快谈。